这学生一大早开始排队跑操了，慢慢的学生陆陆续续的都来了。开始跑了，一个一半的班的跑。有的班学生在这边跑，因为全校人都在操场上跑的话不够，场地太小了。早上吃面条两大盆，鸡蛋、辣椒，还有一点点萝卜干。这萝卜干是之前吃饭的时候剩的。这边快的学生已经吃完了，在洗碗了，然后那边慢的同学还是在排队打饭的。像不像小时候的你们分菜吃，分你一点他一点。这是我学校的房间，有时候偶尔在这边休息一下。这些东西是同事放的，他那边放不下，还有个卫生间，里面是一个卫生间。现在刚吃完饭，来房间休息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待会儿过一会儿就要检查卫生了。平常这个房间我很少来住的，就是应该说基本上不在这边住，就偶尔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我都回家住的。这房间用来以后跟我老公吵架了，就来这边住。也挺大的，我觉得有那么大。